我们呢屈膝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两膀两臂下沉，下沉，然后呢两手抬起啊，往上一捧，啊捧到眼前对着自己的脸，然后呢手腕一翻啊，一翻卷，变成朝前，啊是这么一个姿势。然后将手指前推啊，看着前方，手指前推啊，你看我是屈膝的嘛，慢慢的站起来啊，站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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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伸出去，然后呢我们再收回来啊，收回来，收的时候呢先不要管腿了啊，这时候腿蹬直了，这个时候呢收回来，看着自己的手啊，然后从我们的手指一直往后响，你看到响啊，从手指唰顺着手背，注意啊是响手背啊，顺着手背到我们的大椎啊，响到我们的大椎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呢两掌变成啊下穿，变成下穿，手在哪儿你的想法在哪儿，对应着我们的后背的高度啊，你看到这儿的话，到我们这，啊，到我们的后腰了啊，到后腰了啊，到我们的尾闾穴、尾椎骨，然后呢，再往下一松啊，到脚底。